厉总，他想害老太太。等会儿再说，我请了世界顶级的专家为我奶奶医治。这是老夫人的病历。老夫人的脑部受损比较严重，恐怕无法恢复清醒啊。连你都没办法吗？老太太明明是中风导致的意识模糊，大脑的受损是不可逆的。厉总还是找人好好照顾老夫人吧。厉总，我一定会更加细心的照顾老夫人。麻烦你好好照顾我奶奶，我一定给你加薪。谢谢厉总。为什么虐待我奶奶？你搞清楚，虐待老夫人的不是我，是他。厉总，就是他想害老夫人，不信你问主任。如果不是你，为什么抓你？那看来只有让老夫人醒过来亲自说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早就说了，这个不得志的小人物专挑病弱的老人下手，以此来发泄他的不如意。敢欺负我奶奶，找死！把他送给有关部门严肃处理。等一下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总该相信老夫人的话吧。